姐姐，黄公子来了。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家董小姐说。这么快来教您，是来进货吗？不是，我是专程来看你的。准确的说，我是来接人的，就是不知道能否得偿所愿。黄公子一个多月没见，怎么变得这么爱说笑呢？小婉，自从我这次回京城之后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想听你唱歌，还想看你跳舞。黄公子还真是爱说笑，小婉不过是个歌女，能够和公子相识已经是缘分，公子如此抬爱，小婉可担当不起。你送我的这颗珠子，我每天都带着它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拿出来看看，对他说几句话，每天都会亲吻他。犹如亲吻一棵圣树。我已经帮你赎了身。你帮我赎身了？你现在是自由的了。小婉，我不愿再看到你再次为了生计而唱曲，不愿让你终日在外抛头露面，我看了也不开心。我知道你父母都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你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想给你这个家，让你快乐，我想要保护你，把我这一生的爱全部都给你，我不想让你再受苦了。这太突然了。我知道你需要一些时间
去接受这些，我会留在江宁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你心甘情愿地跟我走。少爷，您可不能留在这儿，老太太身体不好，等着您早点回去呢。小强子，别多嘴，你要再多说话，我就把小婉姑娘带回去，把你留在这儿。小婉很感谢黄公子，可是小婉怕要让黄公子失望了，小婉还是留在这怡亲园过自食其力的日子吧。小婉怎么担当得起？小婉，我要带你回京城，我要你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扣，这琴是怡亲园的，咱不能带走，放回去吧。啊，姐姐，这琴跟了你很多年了。吴妈，带上吧，这琴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妈妈送你了。小婉，谢谢吴妈。怎么样，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小婉呐，明天就要走了，妈妈还真舍不得你。不过妈妈替你高兴，你算是遇上你的真命天子了。你看这黄公子多好啊，又有钱又有貌，对你的情啊更是没得说。说实话，小婉心里也希望黄公子能来，可是小婉万万没有想到他真的来了。小婉竟然连想都没想就答应跟他进京去，想来像做梦一样。这么跟妈妈说吧，小婉觉得自己跟黄公子有很深很深的缘分，黄公子走到哪儿，小婉就愿意走到哪儿。哪怕有一天他做生意垮了，一贫如洗，小婉也会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。你有点傻呀，这按规矩你跟这个黄公子要去京城，他们家怎么也得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呀。你别急啊，等明天妈妈见了他，跟他好好谈谈，他至少得给咱们拿50,000银票。吴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小婉跟黄公子走也不是图钱，小婉哪是个贪财的人呢？江宁城里比黄公子有钱的人多了，黄公子也跟小婉说过他家里不是巨富。再说吴妈不是收了黄公子20,000银票吗？哎呦孩子，这20,000银票是黄公子给妈妈的，你可别怪妈妈啊。不说这个，我说的是礼金的事，小婉是愿意一文不收跟黄公子走。小婉也恳请妈妈不要再跟黄公子提这事了，好吗？好，不提了不提了，你们俩呀是真情真爱，妈妈也感动了。